我们这个会员币能运用的，无数都用的话，那也太厉害了。这就达到权术之最高境界，权无权亦无义，无权无义是真义。真正的站桩，咱们是求的是会员币，咱们在意境假借之下，啊，身体在意念的控制之下呢，我们不但要从前后，还要从开合训练、上下训练。这个表面是前后开合上下，但里面包含着很多种力量，啊，同时在向前之中或者向后之中，一分之中、一合之中、一上之下、一上之中、一下之中，包含着多种力量。斜侧面、右外上、左前外上、前斜下、左前斜下、右前下、左后胯后边、左后肩、右后肩上、右后胯后边、后背的斜下、前斜下，就是我周身感觉是碰到哪儿。我们都应该用意念活动去在站桩之中去逐一逐一按程序去体会。